秋燥滋补不要急，先分凉燥与温燥才好对照下补。身体燥热又疲乏，干咳无力，这是温燥。苦瓜熟食能去邪热，解疲乏，清心明目。鸭肉性寒，消水肿、止热症、止咳化痰。准备苦瓜一根，鸭边腿一个，陈皮、香叶、生姜和干辣椒。鸭腿去除多余的脂肪，脂肪虽香但不健康，切块加入料酒、生姜去腥。水开后下水焯熟，清洗备用。苦瓜去瓤切片，锅内加入少许的橄榄油，鸭肉下锅翻炒，加入香叶和生姜、陈皮，加入少量的清水，倒入苦瓜一起翻炒，再加入少量的生抽和老抽调味，等到汤汁吸干即可出锅，再撒上一把葱花，一道平燥清热、清新止渴的苦瓜焖鸭肉就做好了。跟着我把健康都吃回来。